明星过生日能有多搞笑？相反，孙艺洲的生日上演了一幕名叫《我和我倔强的蜡烛》。说没有兑现，他现在又站在谁的对面？谁又让你站在暴雨中街角淋？还是从前那首没有一丝丝时间只不过是考验，总在是Love is the best place to find a lover so far is. 终于了。不是，这蛋糕还能吃吗？Love is the best place to find a lover. 马思纯过个生日，还没来得及表达自己的心情，生日仪式就结束了。特别的蛋糕，特别的我。而这边郑凡星过生日简直就是亮点，蜡烛还没有点就翻车了。这个怎么喝不进去？是啥？我想给你们看这上面的奶油之类的，你合上。还等着？这样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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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后就是迪丽热巴，咱就说过个生日，真让美女如此无双。应该你手中的这个香蕉了，所以他把香蕉送给你。他都说了不要碰他的香蕉，他拿香蕉了。又像是失去神经，我感觉不到呼吸。你要不要安抚一下他？Love is the best place to find a lover so far is. 好像更难受了，他们团队里，我听了，听了，哎。Love is the best place to find a lover so far is.